大为神的为言是尊为未来。
看着坐立着面目，这是人草野山世界最不光落有山南之山，女人佛才华西向国土是娇气金银铜铁坐姿不舍一张一地，这是人百凡神一山是上天永不多一而道家如云不经不下山人间有为火王不是大力若有女人愿你人生精心供养地藏菩萨化香基督是娇气铜铁灯香如是日日不退茶饮花香饮食饮正在尊藏见不等供养是善女人今此一报你身百千万劫根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无数诸鬼此言你不要说你身光佛众生生死供养地藏地国际功德你百千万劫不说你身无此不光若有女人眼识着罗多疾病则但以地藏相见自心在第四境自见世人皆万劫受所受生生相报圆满是陀罗尼人如不愿你生几百千万一生中常为亡命自己亡悔在佛大心杂藏这里断真受生诸相圆满有自信不赞地地藏菩萨护佛如是不辞不光如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向前走自己也几个有真的想法供养来自见你一人多人如是等悲现在是总即为来世长得百千回生日夜为佛不令二十三问起而问我今受诸恨不辞不光未来世作罗有二人及二生二贵见有善男子善女人贵尽供养赞叹赞礼地藏菩萨心向我往生机会报不功德其利益是佛罗思想我被免费佛前人恭维佛一人在阿鼻地一说集中罪过世界一往受而归有金钱皆不受出生有金钱皆光的人生中说人生贫穷下界诸根不解多悲而也来解其心不救自见不堕恶道是故不管机会他人供养上佛持宝何况别生而见毁灭扶持不光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就出算子求生就是了不可得佛也龙而归则即家亲我有心的我多眼泪共归神有日夜谁生转不光在命中教过亲前不乐这次皆是也道论对未定情中或难是受过不得已难必疏远不便世事担当对诸佛菩萨相见高僧尊多自敬一遍我其病人可爱自我我以佛宝贝钻研舍在对病人前高僧常言我莫加等为是病人对镜像前舍诸等我供养镜像或造或菩萨形象或造他是佛难有等佛是常住世上百病人千病问之家令祖师分身自己今自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七日以来当高僧拜高僧读经世人命中之和数养重罪自以无我
见罪用的血多说舍身处长子属命和观善男子三女人子属此经或教人属或子属或徒舍悉学文子教人属或说说过报彼佛大力士故不光若见有人独受是经来自一念赞叹此经我恭敬则如是百千方便前世等人齐心莫退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护持不光若未来世诸众生等或梦或寐见诸鬼神来即诸心或悲或地或愁或贪或恭或不自皆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皆属在一二七位的助力无助希望护理就把刚告诉是不如是作封闭远离而大不光无一生的前世前世临对祖国菩萨向前自信自度自尽我今人度其数三遍或七遍如是而道前世今生解脱乃至梦寐之中永不复见复知不光若未来世有诸下界等人或怒或悲乃至诸佛自由之人皆知是也要忏悔则自心赞礼地藏菩萨形象乃至一切日中念菩萨名可报万遍如是等人包括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尽善恶道故不辞不光若未来世中阎浮提内沙利婆罗门藏之居士一切人等其一心中足有心参者或难佛你七日之中早已读诵此不是一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心生子或难佛你所有养宝品德解脱安乐一样寿命增长若是成佛圣者转正安乐即以寿命护持不光若未来世众生一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日乃至三十日十九日等诸罪皆尽其轻重满也无敌众生即自动念无不是也无不是罪何况自轻伤害且道邪淫妄一百千罪转能一时时在日对我菩萨诸贤圣向前读是经一遍东西南北百有寻内无住灾难当即其家罗藏罗有心在未来百千岁中用力而起能一时在日每转一遍现实令自己家无住分别一时风一时故不光当自地藏菩萨有如是等不可说百千万亿大为神秘力也只是言佛众生一次大事有大因缘是诸众生闻菩萨名见菩萨相乃至闻是经善知无知佛以及一起则现在属命的未来只是百千万生长的短暂生正归家而是不光菩萨闻佛如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以何归何赞五百佛言是真我就知此大事有如是不可思议神力及大事愿力为未来众生见自利益故闻如来为难定受是尊当何名此经是我因何留我告不光自己有善名一名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心一名地藏本是利己
起愿此菩萨就愿皆来华大众眼里也众生是不如等于眼六波不光无你和藏空寂坐离而存离一存王平地起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观世音佛众生起心动念无悔是罪多或善地多退出心若一而言念念真一是等被人如离迷度无意众世间困见咒诸不生水落生于此世地狱见护或前一护是只是有大力护无相护自见令老将罗大平地虚生恶罗无在经历是尊心而众生从前好见便知无量是诸众生有如此悉临命总是护目见数以为是不以自前怒火先放开自然有等不转度尊敬或供养佛像及诸神像乃至见佛菩萨及于自我名字以名以合理因众人而根佛文在本世是诸众生所造而业及其根薄彼多而其言世间说为令众人修自生亦如是众罪皆悉消灭若能更为生世之后其其日内光照众生能时时诸众生用力而且得生人天寿神妙乐现在见书里以无量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及天龙八部人会人等前一言菩提众生临终之日生无上何及早而言拜机会神求诸王庙何以故何说沙海来自拜机无限好自利利益王人难解罪言转正神宗家师来世佛现转身得佛身分身人天众言是临终被诸见数招式而已一念是临终人小大见思为修功德来自色在造众善因是命中人的大利益及解脱化地藏大愿藏着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为力别说世事藏着未来现在诸众生的临命中之德魂以佛名也菩萨以彼此佛名佛为有罪无罪悉得解脱若有难知离人在生不修善因多造众罪命中之我见修小道为造不离一切生学其分之中而来佛以六分功德生者之力以是自古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之修纷纷以佛无常大悔不期而道明明有身为自罪无期其子对如此如容或在此时辩论也过神定之佛及也受身为彻子渐渐万愁不何况多一诸而取得使命中人为得受身在其七日内念念之间观足不若见数一遭不离就
包罗什罪人东京千百水中无邪多日罗什无我见罪多大地一千劫万劫永受众苦护持长者如是罪业众生命中之末见数不饶为修行在此处也道为在世间长者言护众生若能为其无目乃至见数命中之物则在供养之心勤恳若是此人尊王不离俗世一世道立天宫有千万亿那有他也无鬼神悉化无量菩提自心大辩长者坐立而对阎罗王中赞叹遍地爬二十天其一道理来到我手手为尔等归王得尔归王大真归王白虎归王邪虎归王赤火归王山羊归王鬼神归王电光归王狼牙归王千眼归王丹手归王虎狮归王祖豪归王祖墨归王祖师归王祖宰归王祖祖归王亲归王祖寿归王祖美归王祖生归王祖命归王祖吉归王祖贤归王双目归王十目归王五目归王七里十王大七里十王七里杂王大七里杂王大那杂王大阿那杂王如是等他归王各个一百千诸小归王心机山地不我即有相一时敢问世尊为言世尊慈悲先说佛告阎罗天子子路说闻罗为罗说是是阎罗天子真理世尊即会是地藏菩萨而拜佛言世尊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百千万遍而度罪苦众生不是疲倦是大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神通自知难知众生无多罪报为救自见有多而道是尊是地藏菩萨即有如是不可思议神力云何众生而不义之善道用其邪多为言是尊为我解说我告阎罗天子难言菩提众生其心刚强难调当佛是大菩萨一百千劫偷偷就把如是众生造孽邪多是罪报人来自多大恶劫菩萨一方便地拔出根本也言而且无数是知识知识言惑众生皆恶习中宣出现若老师菩萨究竟结束而作独作比若有人灭失本家无路先到其先到中多作业杂结果老师之缘色不泄如是迷人在先到中须臾之间起造出多有一知识多解大书上解释度难及也杂足而度等福逢迷人已经先到而一字眼多灾难知为何是故而如此路有何一书能自知度是迷路人或万事以幌子先到即便退福求出此路是
善知识，体系接受因出现道念出而独自一号道念的安德尔一直言多在迷人之间以后无力是道是不如这阻拦的主无顺心命使你无人一生当中你别自私自私有言多见情这几处路人路难落你言语此路多阻而多伤失心命无力是众生圣人天中你受妙乐是诸罪众子也到不脱的处理永不再列入迷路人无路先到一善知识皆因临处永不堕落复见他人复见末路之也因是迷故得解脱见更不堕落落在于见有生迷无不解就成出落先到自私命如多而去兵藏菩萨方便离故是令解脱生人天中现有在如若一切中永宿地狱无解脱是而是恶毒鬼王和藏恭敬拜佛也是赠我等诸鬼王其说我等赞言佛地佛你一人我是二人各个不同乱世也是我见识有心世界多而少生过人家庭我生意脆弱总言方生我有男子女人修毛花山是乃至现一番一干烧香烧花供养佛像及菩萨像我转图曾经烧香供养一切一切我等会忘记你是人如果其现在未来祝福吃住小鬼各有大力及土地分辨念为我不灵而是恨是而平衡便来自不如意是今于此色等出恶光如梦佛赞鬼王善哉善哉如丹记忆阎罗人不是阳火山难你等无意高翻乱地是灵为不如说是一次回中有一鬼王明拜佛也是尊我本也愿主言不人民生死世世我皆主自在我本也生于利益只是众生不会我以自临生死即不得安乐亦不是言无敌人出生只是不问难离或一生是但作善事正于色在自念土地我两欢喜永不知目的答案的利益见识或一生下生无杀害去诸行为恭敬三不及观其见识因就是的各业先观本念自目不得安乐何以不是灿烂是有无数而归即望两情美于是心学是我走灵舍在土地灵气和父子母死灵安乐而得利益如是之人见安的故根和师父大主土地方为上恩其其见书一世自不还阳之手自母其实有言故地灵命中人不问上恩我以灵是灵中之人不落而道何况自修上根怎我离故是言故地行善之人灵命中是已有百千而道归生活变作父母乃至逐渐输因皆往人灵路而道何况奔走而这是尊如是言故地男子女人灵总是生死昏昧不变善恶乃至婴儿更无见闻是诸见舍当悉舍大供养转多增进灵活菩萨名和如是善言能令王者立足而道祖母归思悉皆归善世尊一切众生命念总是罗德文以佛名以菩萨名或大圣经典是被人处无间受而自罪
大力中不多。
宝灯熄灯消灭是无我见罪随自己中东见一切了不得自称是黎明总是他人为其成灭火灭一时最终一见消灭何况众生自知自念佛佛无量灭无量之地藏菩萨本愿尽见众离佛离佛地救啊救啊地陀罗尼地利亚那地比尼地地摩诃迦帝支离千地沙婆诃离佛离佛地救啊救啊地陀罗尼地利亚那地比尼地地摩诃迦帝支离千地沙婆诃离佛离佛地救啊救啊地陀罗尼地利亚那地比尼地地摩诃迦帝支离千地沙Thank you.